郑则仕近年大幅减产，患有糖尿病的他需要长期食药治疗，不过他从不言忧。最近更加重返无线拍摄新剧，但原来他是保龄球界隐世高手。日前女梁伟上载了一段和郑则仕和张智霖打保龄球的短片，片中所见三人齐聚保龄球场，打扮朴素的郑则仕先是内心讲解，之后再亲身示范，见他动作纯熟，技术超班，碌完仍然表现淡定，对着镜头露出笑容，甚有大将之风。